怪你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为什么你迟到了？因为我的摩托车坏了。好的，我们一个一个问上去买衣服。 Zuba， 哇，你卡地甲，好久不见，你好 ，Afiqah， 你好。 你好，你们要买什么？我们要庆祝大姐姐，我们要买衣服。对啊，阿皮卡，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鞋子。这件蓝色的衣服怎么样？这件蓝色衣服很不错，我喜欢你色的衣服。阿皮卡，问你，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很好看。 我也很喜欢这件衣服，亲人，要大号的和蓝色的衣服吗？没有，大号的和蓝色的衣服卖完了。因为大号的和蓝色的衣服卖完了，所以。你们的衣服多少钱？快6毛钱。159块钱，你呢？ 我的衣服59.5毛5分钱。哇，太便宜了！便宜吗？我觉得太贵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给你买的，他就要给你买的。妈，阿皮卡，谢谢。谢谢你。<笑>没问题。 阿皮卡，外地，你去给餐厅吃饭吧，我请客。好，走吧。好，走吧。我饿了，我们去那个餐厅吃饭吧。我也饿了，走吧。哇，这个餐厅料很多人，很热闹。我听说这里的食物很好吃。欢迎光临。 你家问你，你们在这里吃饭吗？我们饿了。你们要吃什么？让我给你写下一单。我要100一江粉。好的。在这里，你呢？给我一碗的茶和西川茶点。好的。 你们要喝什么饮料？有红豆冰吗？有，我们的红豆冰很有名，也很好吃。嗯，你要试一下吗？好的，给我一碗红豆冰。有咖啡吗？哦，你想喝冷的咖啡吗？我要一杯冷的咖啡。 好，请等一下。Good job，你上个星期的怀疑考试，你考得怎么样？我的怀疑成绩很好，我很高兴。你的怀疑成绩一定很好。我的怀疑成绩不好，我很难过。别难过，我觉得怀疑不难学。 你要成绩好，一定有多读，你多复习功课，成绩一定好。我们一起复习功课好吗？好啊，我叫你。谢谢，Khadija。